光耀哥哥，姐姐每天都在这照顾你，就让她回去休息休息，之后我来照顾你吧。婉清在这里可以帮到我很多，就不麻烦外人了。穆婉清，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儿，光耀哥哥会不知道。慢走啊。哎，婉婷刚才没跟你乱说什么吧？没有。要是说什么得罪你的话，不必理会就是了。光耀兄，你还是不了解的，他怎么能受欺负呢？就你话多。禀大成，绑架穆家小姐一案是否是你所为？是，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，那就说出幕后主谋，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林大成，你如实招来。只要你尽心竭力保护督军府的声誉，答应你的事不会食言。你要找的人是闵大成吧？别过来，再过来我真的杀了他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爸爸还是顾念情分，只把崔连凤和穆婉婷送去了城郊别院。那我们就推他一把，帮他下这个决定。你不要颠倒是非黑白好吗？我怀的那个男孩流产了，就是老爷的，应该有证据。小产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，但这个女儿就不一定了。穆公，您还记得这女童是谁吗？照片是婉晴小时候的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那这上面的镯子，我在做手术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梦到你跟我讲不要离开你，所以是你救了我。婉晴小姐也有那本事，昨天晚上我们就不用担惊受怕。哎，别动别动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去靠边，这种事我来就行了。擦一下。哎，我来我来。你看看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看看，多此一举吧。哎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来我来，这种话得我来。罗夫来了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我出场了，出场了，出场了，我出场了。这绑架案，并非是我谭家军所为。谭司令，我们真没想到这民团是由马匪出身的散兵游勇组建的呀。这不是在租界安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吗？我出上海，我出上海。什么？谭玄，你要查当铺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聂老板，你跟穆家有什么仇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张照片为什么要删掉？这孩子又是谁？谭玄林送来的机要文件说绑架案可以结案了。结案？要不我派人把他处理掉。嗯，在我面前公然杀人，你胆子不小吗？从你这些阳奉阴违的行径上来看，那个让你维护的绝对不是那个被你利用的幕后老板。那么你到底在维护谁呀？如果我哥哥真的是他害死的，那他不仅欠我一个家，他还欠我一条命，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你放心，他们一个都逃不了。我看到你的车沉入水底的那一刻，我真是害怕极了。哥哥保护不了妹妹一辈子，但我想保护你一辈子。哎，输液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光耀兄啊，这婉清呢在这儿也不太合适，咱们都是男人比较方便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，要不要啊？ K K K， 管他，快快快，赶紧的。来吧，你怎么说快点？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我才没有。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我原以为这个小贱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没想到我低估他了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。不好了，老爷，婉清小姐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一个生意人为什么要伤害穆婉清？说的就是做生意的得罪穆家，这不找死。好啊，咱们去会会他。
婉清，婉清，是我，没事了。您这是一心想把罪名扣在我谭家军的头上是吧？除非你能拿出足以服众的证据，证明这几个人不是你谭家的兵。不如我问问你，你有什么铁证证据这些人不是冒充的？事情是你这小瞎子，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，当然由你举证。